去的地方，我的梦想伴着笑容而坚强，大声的歌唱，跳过辽阔的海洋，每一次的目光都在接着我唱歌，我唱的响亮。我又要打扰人家上课了，我太对不起老师们了。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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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好，对不起，我打扰您上课。谢谢老师，这几分钟就好。今天晚上6点，然后在这个操场上有我的免费的演唱会，你可以带着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，你可以带女朋友来了，有吗？可以带女朋友来，然后希望我们今天晚上可以玩得开心一点。去那边，那边正无所谓。上我这儿吧，不要我这儿。行了，这。师傅。同学们好，你们听到我吗？1、2、3、4。今天晚上6点，今天晚上6点，在这个操场上有我的年代演唱会。1、2、3、4。希望你们可以带你的家人和朋友来看哦。谢谢老师，你们继续上课，拜拜，拜拜。所以我想今天至少可以来1/3的学生，1/3。对。那另外1/3你觉得最大的？